天顶飞，人真多工课，日头落山，为着生活忍浪西。细汉离开家，时大顶冷过，孤单伴阮，不知过几暝。问吃饱未？问会冷未？拢是爸母因逐工的关心话，吃的体会，手的大用心栽培。感谢过去付出无怨悔，我一生毋捌讲出心内彼一句话，有心思藏在心底，要讲无机会。一张皮代表阮希望恁看好详细，让恁写出阮满满的话。阿爸，这是浓汤啦。啊，浓汤，什么汤啊？那袂清冷啦。人恁阿母煮的鱼仔汤都拢会清冷。好 baby， 卡细只，哦，这作烧的，你莫去烫到你的钱呢。哈哈。我呢又吃过那这款来。到底是走去倒位啦？那这么久才来啦？啊，都替未来丈母去处理一寡代志啊！啊，是安怎？这么赶紧？来来，接着讲。我得到消息啦，听讲他家吼带几个少年啊，要去甲关哥谈判。关哥爱我配合伊，准备趁这时阵啊，要甲他家好起来。有这款代志？啊，是安怎？关哥要安尼做？关哥的亲兄弟进前啊，因为走私毒品，去用判死刑、枪杀有关的。而且我听伊讲啊，他家因某会死啊，就是因为关哥要替伊兄弟报仇啦。不怪哦，关哥才是在找他家麻烦，死去抢的地步。按什么时阵要谈判？咱赶紧啊，斗相共。袂用的，咱即马趁这个机会哦，徛关山看袂烧炭。阮双方去上山，咱才趁这个机会，将伊所有的物拢收起来。我兼职林小弟走私贩毒，甲阮母无关系。你太是阮母，刚好会站在你爸爸。就算我弟弟走私贩毒罪无可赦，但他有没有伤害你或是你的家人？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，害他被枪决？你这样的行为又有多少道义？想自抄招书贩毒，残害无辜的人，对这款人我无需要用道理。我即马甲你讲，我检举，绝对无后悔。好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来吧，看看今天谁能为自己的亲人报仇。
咱是不是应该出兵啊？这边来用的啦，咱若一出兵，规车兵、场面都拢停起来安尼。但较紧吼，一点仔损伤都无，都会当全身而退，就来一点仔好处。事情成这样，还不下令动手？怎么可以？啊！你们看这些歹徒，不是刀就是棍的。我顾及弟兄的安全，等他们先厮杀一阵，最后我们再收拾残局。流血了，哎，赶快叫救护车，把伤者送到医院去。他给大，你这是重伤害罪哦，一下来抓你去，是要关到塔门西沙布啊哦。这所有人听着哈，把恁手底的武器拢总放下，那无我一部人侪一了一拢抓起来。那是恁啊！恁是现行犯，我当场逮捕，抓恁归案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局长，你这么做分明是严重的变态。杜警官，这个现场由我分局长指挥，请不要妨碍公务啊！杜长，你紧张。等下啊！你手来着伤啦！我时间通解释啦，插头在入，赶紧找一项按摩的。按摩，这，啊！等恁一阵遐大灯，我来按袂着啦。遐一个最高，紧。哦。看你哥。啊！哟！你发哪去？他客人，我恁苦话个，我恁捌看到伊啊呐哩。他客杀人，重伤害，我即要抓归案，看到他客赶紧来甲我通报，知无？有要。好啦，我快了，我一定甲你通报。啊，是讲我要去甲大下甲恁通报。你都，你是啉烧酒哦？嗯啊，系啊。你别找我，你气酒笑。什么咧？气酒笑？阿君带我去桃花源啉烧酒，袂歹呢。要去无？走我哩啊，我哩啊，来，去，这宵夜咪记啊，散过，较袂发红去。好。哎，他去倒来啊？你爱记啊？这药啊，药补这宵夜咪吼，这拢我提供的呢。啊，你倒爱记我温情了，好。啊，这药啊，才计到偌济钱尔？啊，都无几仙钱，那是去海计较。头家啊，头家娘啊，
多谢。他几大哦？迄目睭有够，伊叫我头家叫你头家娘，伊知影咱两个是天生的一对啦。你写调教呀？怎么？这么情形安怎？哎呀，头前全拢是警察，安尼就无法度通过去啊。唔啦，无度过，而且只问我，甲找一队警察为咱遮挂，啊，咱一定要找一个所在赶紧灭起来。他是要去灭倒啦？啊，知影啊。你后壁吼有一间仓库，迄间仓库内面上拄啊好，拢无人会知影。你是读较歹的哦，迄即马读过大个是通一番的，啊，咪在我遮，到时我嘛有代志哦。啊，你若遐无道理啦，你真正吼咸阁涉爱食阁咸十念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若真正吼读过互碰碰伊哦，啊，看要安怎啦？我你好啦好啦，张金马，要紧啦，莫因为我一个人安尼拖累着大家，安尼我嘛歹势啊，莫想勉强，莫想勉强吼。哦，你甲看啦。人这读过大，讲这个话哦，都是有出入大我啦，对无？哦，你这人哪安尼哈？遐无胆，你想看麦？读过大人遐尼好啦，帮助过遐尼侪人啊，连阿英阿兄拢去互伊帮助过呢。爱想看麦，你过遐桥啦，若毋是有读过大吼，遐桥再落去，风台咧冲断了了啊啦。吼，啊，即卖人有困难，你竟然敢结点点？你是毋是查某囝啊你？啊，这头家你话，这样代志吼。啊，你点点啦，我咧处理代志，做我的地盘呢。对对，我你啊，啊你是赔了钱，我你敢遐大声对他个安尼讲话？啊，歹势啦，他客大，啊我的意思是讲吼，阿仔啊，你这查甫人吼，实在足软弱的啦，无根到头啦，我对你切心啊啦，我跟你讲啊，咱两个朋友情吼，够只断啦，好啦。迄歌戏吼，迄有你做讲什么什么？牡丹花下死哦，做鬼嘛风流啦。今为着我你啊你，这条代志哦，我惨准能抓落去啊！听起大，我跟你讲，我内底仓库虽然较阿早藏一挂这物件吼，我见你先久两工啊，我两工哦叫工人甲装潢做迄套房，搁装进去，让你大看你大久时代哩。好啊，你是提线未啦？警察得要来啊，紧来撮撮去边个啦？哦，去。啊，田伯，你讲话啊！我哪个拄着你？啊，那你家咧顾干嘛店啊？你想看到贼客无啦？啊，你记性哪样歹？啊，我拄则就甲你讲，我顾外下无看到贼客啊，那你。恁警察拢来阮家，会吹干哦。我请恁食几片啦，吼。啊，恁两个哪位来宾出来？你来宾创啥？无啦，我哪有介有创啥？我是拜托伊甲，去摸一寡物件啦，嘿。是要食面，我煮互恁食。我人也袂了，就是要食啥物面啊？我跟你讲哦，他加犯就杀人罪哦，即马分通缉。若是看到下落，马上来通报警察，知无？知啦。细哥，快买！阿婆阿兄，想物件我收无好啊，好佳哉我脚手紧哦，阿婆我都别讲啊啦。好啦好啦，答应无忌好啦。什么代志？你别急着讲。道长，姐姐，咱家附近拢是警察，道长回来够安全。上界危险的所在，就是上界安全的所在。嗯，田伯讲了有道理。好啊，警护大，你去房间处理上较要紧。道长。
啊，爸母，来，小姐姐。哦，我看，啊，你读册人大个子，哦，开口袂歹哦。不要紧啦，啊，伊要做医生啊，啊，大较舒适哦，册读较有啦，哦。阿爸，来小姐姐。啊，别别别，啊，坐车坐遐久，坐到坐咧，脚酸要结力啊，搁坐，先晚休困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好啦，我带伊去房间困。免啦，啊，这都帐篷，阮困帐篷就好啊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有房间啦，来。楼梯上去，加秋饼啊！来了，我找您去。哦。喂，卡西里哦。真舒适呢。好，啊，若舒适哦，规日加大几工啊呢。好啊。啊。哦。你是咧笑啥？我唔知哦，我这翁正敖呢，会晓广告，嘛会晓搬布袋戏，教授呢？卖亏啦！啊，但伊都要甲我考试，我唔着凊彩甲转转。安尼哦，啊，你会晓广告嘛？嘛会晓搬布袋戏。啊，借问下吼，歌戏你敢会晓唱？嗯，安尼唔较简单。啊，庙口不是嘛咧看。好啊，啊，你唱给我听一下啊。好。嗯。单衫骑马，留下过迄个五娘伫楼顶。啊，手提奶子等予伊，哒啦啦噔，哒啦啦噔，真是丢死人了！在西餐厅里面唱什么布袋戏呀？跟乡下来的土包子一样。你爸比爸还老，还好意思叫我爸何伯伯？小声一点好不好？我爸妈听到怎么办啊？啊？干嘛小声啊？我说的是事实啊！明天还要陪他们一整天，我想到就不舒服。来来来来。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来吧，好啦，有什么好不舒服的嘛？不过就出去逛逛，一下子就好了，忍一下。逛逛逛，要是被我朋友看到，我会很丢脸呢。哎呀，台北这么大，不会这么随便就遇到朋友的啦。不然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们往郊外阳明山去啊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明天就是要去跳舞。跳舞。那种场合怎么适合我爸妈？我又没有叫你爸妈去，我是要你陪我去跳舞。你要我把我爸妈留在家陪你去跳舞？他们这么大的人了，一个老师一个教授，难道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啊？不行啦，我不能这样把我爸妈留在家啦。我不管，你明天一定要陪我去。大小姐，你会讲讲道理啊？陈天来，你给我再说一次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太不讲道理了，别生气了啊。阿爸阿母，阿爸阿母，阿爸阿母。阿母，天来，你爸妈呢？阮先来，什么字啊？转。阮先来转。
什么意思？温贤来等我，爸妈他们先回去了。温贤来等，又是闽南文化。局长，你找我，他给你们有没有消息啊？目前还没有。这么重要的嫌犯，到现在人还抓不到。我现在命令你哦，5天之内把人给我抓回来，要不然你就以怠惰职务被申请处分。局长，法律是讲求平等，勿忘勿重。他给犯了伤害罪，固然要办，可是光哥同样也犯了罪，为什么我们就不办他？你现在什么态度？你在质疑我吗？我问你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局长。既然我是局长，这里就是我做主，不用你来教。你只要按照你的命令去执行就对了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赶快带队去他家抓人。是。来啊，警察来啊！来啊！来人啊！今仔哪只罕见啊？哦，搁带这侪警察来，啊，是有啥代志哦？麻烦请他客出来一下。啊，这，杜警官，你找我们老大干嘛？他客犯了法，我必须逮捕他归案。不好意思啊，长官，他可以大个人无伫遮，啊一个逃犯，哪有可能公家招等于家己出来呢？这根本就是找死嘛！我相信这点常识，你应该非常的清楚才对。我笃定他可以一定在里面，因为他为人勇敢正直，不会放弃自己忠心相挺的手下，更不会像黑龙一样龟缩躲在山上。搞得自己一身狼狈。既然你知影他去大个，是一个真正亏人，安尼你应该真清楚伊杀人的原因。为什么你甲要掠伊？因为我是警察。不管他为人如何，犯了法就是犯人，我有责任逮捕他。好，那呢我就跟你讲。不管他去大做什么代志，伊在我心目中永远拢是我份情人。我这个做细汉，有这个义务保护伊。杜警官，我们不要理这些流氓，我们直接进去搜。等等，我们好像还没有收手票，怎么收？是啦，我从细汉到大汉，常伫警察局咧出力。啊！警察局对我来讲，会使阮兜会走开。要跟我讲话就好。借问一下，你要入庙的内底了，恁的身躯顶够早收钱了？没有，检察官还没批准下来。既然你无搜索票，那呢，就请杜警官你先等，等你摕到搜索票再去讲。要若无，我是会当告你私闯民宅。对啦，私闯民宅，这个罪是真重哦。陈天宝，你别得意，我很快就有搜索票。收队。继续安尼死落去嘛，不是办法的。天宝，厝内代志可能暂时要交代你哦。不，我知影。阿边东那边哦，我一直拢联络好势啊。伊有甲我保证，伊绝对吼会尽全力来保护大爱你。你是想伫倒位啊去？我都唔是准备要走咯。
杜嫂，你袂当。就是，冷静冷静，较冷静的，听杜嫂讲几句啊话。杜嫂一向拢正正当当的做人，即马犯法，我愿意接受制裁。我袂用个无头无面，也袂记一世人。杜嫂。就是，你是我的查某仔，身躯顶流的血，甲杜尚同款的，你体会到我的心情，体会到。平子，大爱，就算没有关，嘛应该是我去接到啊。人是我大爱。是安怎奈落来你去关？因为你是我的大爱，更加是我的温情人。这是我一个做细汉的应该爱尽的责任。这才是你上重要的责任，好好照顾就是。些吗？好多了，幸亏没伤成要害，要是再多偏两寸，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光哥，你放心，他可以这笔账，我一定会帮你讨回来。哎，怎么样？吴王那边还没抓到人？这些警察只会吃喝玩乐。靠他们不如靠自己，我打算自己去抓人。不要冲动，他给那边人多，现在又出了这些事情，守卫应该会更加严密，不容易闯进去。就算这样，也挡不住我。我知道你对我忠心，为了我，可以连命都不要。但是你是我的得力助手。我可不希望你有任何的闪失。再说这会儿风头紧，我想他可能已经躲起来了。光哥说的道理，他可以或许不在他的堂口里面，但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知道他的下落。你是说陈天宝？阿金呢？咱紧来去哦、喔。听讲哦、喔，今仔日高丽菜哦、喔，小小卖啊，一粒才五块诶。阿金啊，较紧来哦、喔，咱。哎呦，真暗呢。哦，你走去台北，我咧叫先生诶哦、喔。哦，我真正老啊，我真正。陈天宝咧？公公伊哦，你外省挂呀吼？你是他是谁啊？叫他出来。陈天宝无伫诶啦，不在啦，不在。不在，找到他出现为止。我来，你准备送他了？慢你啦！啊！唔打你啦！你阿在开门打翻你！慢你啦！慢你啦！大哥！大伯！你在出现？你出现了，来到我家开门打好，你给我死出去！把他给交出来，我马上离开。我只有一个意啊，一个意哦，小怕，呸！我啊！只要那野狗，哈！哎呦，我去传给谁？快！
只哦。哎呦，起来啦！哦、你平常时吼较少运动的，刚脱骨你就扭卡，扭中度啦。行嘛，我跟你说，以后机会多的是啊，你最好祈祷你每次运气都这么好。走。有闲才坐哈。哦，哎，安尼哦，敢袂当减肥啊？袂啦，你的身材啊，你已经足好个啊啦。哦，谁敢讲话哩？阿伯，哪个来我了？好好的做工，开玩笑。头家。啊？加偌济？哦，我看。我亲戚的十二块就好，算你十块，算你十块。好，银卡就来交关的啦。哎，什么不要紧，我看你那面啊，青顺顺啊，来，这，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哈啊！头家歹势，甲你做错着。莫安尼讲啦，我这个人都热心公益，你尽量甲我做做，无要紧吼。坐，啊我来斟些烧滚水哦，你啉来。莫啦，我个代志，我要先来走。你这，啊你，这都，哎，小姐。哎呦，什么都不要紧，要走我看哦，你徛都徛袂住。安尼啦，来对面哦，啉这烧汤啦，吼，食这饱嘞，来，行好。哎呦，来，坐好，坐好，来，坐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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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我看你是看到人水姑娘啊吼，头壳咧青诶，都要呼风去啊啦！哎呦，我你啊，真正你卖咧白白薄啊，你较乌啦，真天地良心哦！讲实在，我自少年到大吼，唯一咧眼中诶美女就是敢若你尔尔，别个查囡仔我拢看袂落啦，对不对吼？你就是我痴迷哦！哎呦，你自读拄啊到今嘛，拢安尼脚来手来共骗说，安怎？你是袂食苦苦地，食了要嫌啥物货啊哟？哎呦，月丽啊，你讲这句话是对我纯情人格谋杀的哈！咱两个代志连穿都未穿的，哪有吃啦？讲实在，我拄则是看迄小姐给我买物件，啊，就咸个乌暗面在昏呢，啊，我紧甲插起来，啊，是讲哦，来你这创个烧汤诶面好吃，看听完去未？啊，你竟然对我这种忠厚老实的男性、纯情的男性、见义勇为第一号的男性，安尼甲我往开干掉？你点点啦？你搞鬼！我来服务就好啊啦。小姐，你有安怎无？你不要！你想啦！
小的哈，才台湾底下吃米呢，啊？哦，你吃米哦，我请你吃米啦，爱吃米，大顿好无？你叫好你吃啦。这几年哇，莫安尼啦，较冷静的啦，吼，你会吃的物件，安尼拍算来面，要等你讲来共事哦。共事，我唔惊啦，你唔只会惊共事，啊，你目睭是青梅哦啊？你笑别人西呢，无甲我同齐，掠去得地啦，啊，你搁甲我骂，啊，你是真好笑。你来搞安尼开来手来，我报警哦！报警，对啦对啦，赶紧报警啦！叫警察老家抓去枪杀啦！就这小查某，你好吗？来来来来，你讲你讲别的事，干咩见笑？你敢做伊都唔惊跟咱讲啦！上街来陪你看病，行啦，咱要回去，行啦！等下啦，你这下有你将我见过，你小妹我拄着，你若搁我拄着，我看一摆就拍你一摆啦！要死啊，怕咖呢？啊，娘喂，咩事嘛？只看爸爸，唔捌讲伊查某遮车啦，哎呦，足恐怖的呢。对啊，啊，这个，哎呦，我查某囡仔咁母咖呢，真正是可怜哦。来来来，我甲你切切咧啦，哈，这都唔通安尼啊。闪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，可怜哦，啊，你敢真正甲李医师做伙？哎呦，目屎流干安尼，啊，先生娘讲唔着正实嘞，啊，你真正破坏咱的家庭哦、喔！哎呦，气死啦！哦，我这世人吼上册啦，做咧好你吃啦，你真正欠拍啦，啊，你真正欠拍应该啦，要怎倒去啊？哈，气死人啊！你后摆都莫再来啦，你又再来一遍，我就拍你一遍啦！真正要死我！我你啊，哎呦，莫安尼气喘喘啦！代理医师因家代志，也不是咱的代志，安尼计较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查囡仔水水啊，会做这个代志，可能有啥物苦衷，也是不得已的啦。什么苦衷？哼，真正是气死人啊！啊，可怜的死啦！哈，都是你家唔吃查某人啊，要死啊！啊，你笑啥？你也要同款啦，明仔甲我笑来啦！尤其你拄才回来时阵，遐尔狼狈，你老实甲我讲，是毋是有空？感谢你这几年来对我，还佮我家中亲人的照顾，我无想要佮予你继续歹做人啊！我是委屈，是委屈。这一切拢是命，我即马干那想要离开，希望会当结束你所有的无顺心。应该离开的人，不是你。我你啊！啊！你是去食到阿仔嘴烂蛇药啦？遐冻酸。连导游都无，吼、哦！好好，连面挂一块新号你啦。啊，无你嘛较拜托的，啊，今都无导游，连牵拖我才来，什么话你也食着我的嘴烂蛇？你先讲什么笑话啦？我当时食着你的嘴烂蛇啊！吼、哦，导游在遮啦，替伊食，然后就是我乌乌啊，跟恁家小姐同款啦。嗯。哎、欸，阿英阿兄，你回来哦、喔！阿英阿嫂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来休困，来休困。哎呦，教授，你回来啦！来了来了。来哦、一客讲千二嘞呢？哦，千二，哇，才千二块，阮小叔来就爱去拍一个白鱼啊，咱嘞。哎，对啦对啦，咱去讲食牛排，用个签啊，甲刀安尼撸个撸个撸。哎，你敢袂晓撸？哦，你讲爽。哎，一切哦，拢足顺利的呢。啊，等天来结婚了，啊，因都袂干涉哦，出国读册啊嘞。安尼。
哦，我讲要出读书哦，你得要好命啦，好命啦。啊，新妇看啦，有啦，安怎水水啊，乖乖啊啦。啊，重点是阮天来介意就好啦。哦，好好好，啊，到时吼，若要结婚，办桌就我来处理啦。到时吼，我这个面搭就该重新装潢，啊，鸡头甲鸡尾后就甲封起来，办一百桌，互伊甲请伊来啦。无啦，啊，无必要功夫啦，啊，都台北请请咧，翁仔某娶咧，就要出国去啊。哎，啊，你讲迄个无人有，啥物台北请请，就要出国去，啊，咱请煞免请人。你无你这个偷娶的，讲你笑破人的嘴。嘿咩？都对，咱家一定爱请嘞，咱是共娶，迄都毋是去用招的讲。嗯，啊，哪有遐尼严重啦？你讲啥？这个无严重，无啥遮严重。这哪有严重？上届严重的是吼，他客去用通缉嘞。我你啊，咋？我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啊，你先倒下去，我再偷偷甲你讲。啊，这个代志，啥物搁偷偷讲来听？我甲你讲来听。嘿哦，塔克本来甲光哥两个是王不见王哦，啊场面拄着两方面抢来了哦，吼，迄真正是先拼死搞一天啦，迄拼到安尼风云变色一块武功，刀光剑影水气千条，吼，就伫咧紧张刺激的时阵，嘿，塔克拔出背后的龙爪宝剑。好啦，讲重点啦，重点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好啊，即甲你关系你讲啦，啊你口才较好哦，你讲啦。啊！你著怎规套的啊？规气拢互你怎啦？吼！你安尼讲嘛有理啦。好，我讲恁听啦。嘿哦，本来双方面冤家哦，叫吴王哦，硬拗讲是他客，甲冠哥同伤害，要甲你海关呢。哈！啊，这吴王哦，就较天补啊，来拜托我啦，讲哦，叫我找一个所在，互他客避起来。哈！那毋是我来啊吼，嘿，他客早就用铐起来啊啦。天宝，我甲你讲。创啥？无啦，我巴肚枵啦。啊，恁头早餐有啥好食无？无，我来看卖。听讲哦，魏军恁阿爸伫外口有查某代志，叫因母知影呢。要来甲关心者无？不过迄天伊会去跳海，应该就是这个原因。人厝内底发生这种代志，讲起来嘛不是甚物好代志。啊，你即摆去遐关心，只是让伊感觉愈无面子尔。有你写，麻烦你亲身捡起好吗？为了表示我爱你的决心，我们一起去公证结婚吧。我愿意。若要公证结婚哦，你家己去啦，我无可能去啦。我即摆啥物做吧，拢已经透开。天宝，我爱你，我一世人拢要甲你做伙。爸，我感情我讲的